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淑欢，我们在乔丽俏的接待中心。今天是7月4号星期三，欢迎收看今天的3分钟访视焦点。巨城商圈有新成物出现喽，重置建设世界街6号大楼案全新完工，百万步行可到巨城百货，规划双拼51坪大三房，总户数仅21户，出入人口单纯。在地建商春福建设品牌力强，近期在南寮推出预售导案预建春福，规划20到37坪2到3房。南寮未来还有多家建商布局，敬请锁定住宅周报追踪报道。今年城建设继购位迅速完销之后，近期即将推出新案购赞，同样喊着低总价口号，规划2到3房预售大楼产品，目前开始接受预约赏屋表单。港南重划区新建案不多，军贸建设新家透天案全新完工，本案规划仅有2户，5大房双车位，配备樱花3机透透卫浴。立德建设蓝光预售透天案新建中，预计今年暑假公开，本案规划85到98坪，基地坐落王爷垄重划区，面公五公园，享永久动距。湖口重划区有新案，森佑建设玉树皇家透天案销售中，本案为建坪60到89坪3到6房透天产品，开价每户888万起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与现场联络。不少消费者都注意到近期房市的热络，不断有新案出现，成为加紧脚步销售中，不少案场想加快销售速度，纷纷推出赏屋买屋送礼活动。很多案场为了拉高成交比例或加快成交速度，会推出买屋送礼的活动，您认为如何？我认为还不错的哦，因为这样子的话案场可以吸引来客，另外住户搬新家需要用到的东西就比较省时，不用再去采购，让住户有赚到的感觉。建商寄出赏屋买屋优惠，除了拉高来人数，也是有机会提升成交比，堪称是双赢局面。推出赏屋购物好礼的建案有3号公寓、加开世纪城等。以上是3分钟房市焦点，大家夏天不要感冒哦，我们下周3见。